说下来需要大家做回来关心，何必给外地一户六十家庭高丽瓜苗，靠着政府每个月一万外块的低收入津贴，以及高龄七十外岁妈妈外出靠资源回收来维持着生活。讲到这个吃三顿，就拢真困难咯。即马夜风劈好的厝，搁歹去，需要修身。何必只这顿知影了后，何朝志工斗三工协助，好带细母仔囝有一个安全的所在通住。何必过百里，一名高龄七十几岁蔡妈妈，靠着逐工骑铁马去捡垃圾纸，以及政府每个月万外块的低收入津贴来请养新疆学生，生活已经真艰苦。但是因住的三合院年久失修，厝下破损严重，只要一落雨，厝内也会得咧落雨，让因母仔囝非常困扰。唔，嘛是安尼咯，嘛是去栽地啊，哦，无哪当。这个蔡太太就来照顾这个弱势的这个弟弟，哦，毕竟四十几岁，完全拢袂晓。是。啊，所以吼，含着这个生活困境，哦，已经是好侪年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厝顶的漏水是真严重。今年的梅雨季节，真正母仔囝吼，住在这厝内是拢安尼漏切切，安尼前啊漏，后啊漏，我们看到足痛心，足唔甘，啊，就发起吼，家己又来甲我讲，蔡太太有拄着，蔡姐拄着我，甲我讲这，啊，我吼切厝内拢袂住，伊漏雨，啊，申请吼，走投无路，唔知要哪请，我啊人答应讲好，我来用紫气堂。诶，善款有在所有的义工吼，啊，搁有义华诶总经理听到伊也紧集资，大家来甲帮忙吼，啊，所以即届就甲这厝顶甲伊修理好吼，总共有开出五万几块，啊，来甲完成吼，让这个漏水拢好去，让母仔囝会住哩。啊，我知影的时阵，喊甲李长讲，甲李长讲，李长，咱今来甲关心者，你甲约，咱来甲看者，啊，甲看起吼。迄土甲厝后壁是足恐怖，真正是吼，啊一个鸡蛋头会倒去，啊落尾啊，还经过加强，两支个条仔甲伊拄起来。这个蔡太太吼，伊生活有较困苦，吼啊咱这紫气堂的师傅吼，小师傅吼，跟那诶这师姐吼，大家吼，按真热心吼，听到这样，咱就跟这募款吼，啊来甲伊安尼。按道帮忙哈。何必急着等登记照顾关怀地方弱势民众？蔡姓母仔也是庙方登记关怀对象。知影消息了后，马上号召志工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替因母仔修缮厝顶。另外也请工程师来加装铁架，来支撑三合院，让因母仔有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。中华新闻叶宏吴何必采访报道。